Hi, Sandra. Hi. Hi.
在这丹峰送爽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我和我的夫人高丽娟女士代表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向领区内全体侨胞、中国留学生、中资机构和企业的代表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各位来宾，特别是加拿大的来宾、加拿大的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建国一年6月，神舟9号安全着陆，中国首次载人交会还成功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20日，我和夫人抵达多伦多，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谢谢你们，希望带给未来。中国成立63周年，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各民族的幸福安康，为中国人民同加拿大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在座的来宾的健康和幸福，为女士们青春永驻，干杯！
Okay, everybody, let me send you my release.